今日同大家介紹一下 Arista 職驗職資新冠病毒測試棒。咁佢入面包含咗五個部分，有一次性嘅唾液試碟、檢測瓶、稀釋液、測試卡同埋一次性嘅無菌拭子。咁做法好簡單，我哋首先拎咗唾液試碟啦，收集你嘅樣本。咁記得收集樣本之前同之後都要用簡液或者潔手液清潔雙手。咁記得收集樣本最佳嘅時間咧，係朝早起身之後刷牙之前。當你收集好樣本之後，我哋可以拎呢個檢測瓶，將我哋嘅稀釋液倒入去，然後再拎一次性嘅無菌拭子沾濕我哋嘅樣本，亦都係我哋嘅唾液啦，就放喺檢測瓶入面攪30秒。當你攪好之後，記得扭實呢一個檢測瓶嘅蓋。咁我哋咧就將我哋嘅樣本滴喺測試卡上面做測試啦。我哋只需要滴喺測試卡底部 S 嘅位置滴五滴，等待15分鐘就會有測試結果噶啦。測試結果咧會顯示喺測試卡嘅上方 ，C 字隔離會有一條紅色線，代表個測試卡係正常運作嘅。而 T 字嘅部分咧就係測試結果。如果 T 字隔離有一條紅色線，就代表個測試結果係呈陽性 positive。如果隔離係冇紅色線咧，就代表個測試結果係呈陰性 negative。咁呢個測試咧就已經做完㗎啦。Arista 呢個快速測試，自我檢測，職驗職資，方便快捷。咁如果有咩唔舒服咧，記得及早求醫啊！